团体当中，如果是执事对有关公务或某些事情的提示叮咛，这不是是非，我们应该谦卑接受。所谓闻善则喜，闻过则败，这样不仅能够增长自己的福德，也能够消除自己的业障。别人指出我们的不对，我们应该谦虚地接受，乃至是背后的诽谤也要接受。当然有些事情若是应该说清楚的，应该解释明白的，都应清楚平时的表达。可是如果难以说清楚，也无法解释的话，那就要甘心平顺安然地来接受。我们凡夫每个人都有贪嗔痴慢疑，但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就是嗔跟慢。尤其是我执比较重的话，嗔跟慢就更容易显现出来。嗔跟慢大都显现在自尊心跟自卑心，因为自尊自卑是一体的，不是自尊的时候就是自卑，自卑过度无形中就会自尊起来，如果没有自尊也没有自卑，就会一种平怀平常心看待，即使当下有真挚，事后就忘掉，不续恨意。和言爱语出自《无量寿经》，原文是和言爱语先意沉问，这两句经文是在说明阿弥陀佛因地修行对众生亲切体贴柔善谦逊的大悲言行。下心含笑出自《地藏经》，原文是下心含笑轻手布施，这两句经文是佛陀开示一位国王布施时所应抱持的心态与做法。这几句经文对我们学佛人，尤其身为执事干部，是很好的开示，可作为我们为人处事服务大众的方针。先意沉问，设身处地为对方设想，不等对方开口，预先通达其心，了解其意，而主动积极地垂询对方的需要，解其苦恼，满其所愿。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也是人与人最好的沟通桥梁。时常笑脸迎人，必是最有人缘的人。希望执事干部们为大众服务时，都能主动积极，都能和言爱语，下心含笑。和言爱语，温和的容貌，体贴的语言，希望我们多注意，我们的容貌温和不温和，所讲出去的话是伤对方的心，还是让对方觉得欢喜。下心含笑，下就是谦下卑下，以卑下之心谦下之心，满含让对方觉得很友善很容易亲近的笑容。慈念众生，对一切人都能以慈悲心站在他的立场来考量，加厚于人，以宽厚仁爱之心成全对方，因为凡夫往往有意无意在言语上伤害人家，在行为上让人家难过，因为都是贪嗔痴的凡夫，都是罪恶生死凡夫，难免如此。所以我们要存谦下的心，希望他人能原谅自己，而不是自己原谅他人。学本愿之人，既知自己是罪恶凡夫，则生惭愧忏悔，心存谦卑柔软，而思弃恶行善。如善导大师言，念念称名常忏悔，又既知弥陀大悲救度，且受恩感恩，
则应谢恩报恩。如同善导大师言，学佛大悲心，而悲悯众生，利乐有情。凡事真心，千古一行，都成一点真心，真诚能够感动人，也能够感动动物，真诚即处，感气鬼神。一个心存菩提心，想利益他人的人，所展现出来的，就会像中风所写的，凡事是为对方设想，凡事肯吃亏不计较，凡事为对方带来恩慈体贴，凡事让美归功，分怨共过，不会与对方争执，甚至怀恨生气，不会不平不满抱怨诉苦，凡事感恩。感恩是很可贵的，有困难的时候获得贵人的协助，我们就会敏感无内，若是生命交关，危在旦夕的时候突然被人家救起，我们会怎么样呢？感恩戴德，有钱就以钱来报答对方，没钱就以生命来报答对方，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再造之恩。有感恩心的人，对自己会知足无争，对别人会容人助人，因此感恩心是非常可贵的情操，能够给四周带来温馨，给团体带来和谐，使自己更有幸福感、快乐感。因为曾经受过人家的帮助，必定会帮助他人。为什么？因为他体会到当时被帮助的温馨，当时被帮助的难得可贵。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自然然他也会想去帮助他人。同时因为他是被救者，他就会谦虚谦卑下来，自己是一个走投无路生命垂危的人，突然获救了，生命对他来讲是多加的，所以在他谦卑知足无争的时候，他的心就会柔软，同时想回馈他人，帮助他人，因此就会彼此接纳，互相包容。所以有感恩心的人，这个团体必定是温馨的，这个团体必定是和谐的。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